我把尿尿在外婆的鞋子里。她弯着身子走着，我大喊道：哑巴你个傻哑巴，我嘲笑着。这是我和外婆的第一次见面，外婆想要摸摸我，我却吼道：起开，别弄脏我的衣服。那时候我七岁，在城里长大的我嫌弃乡村的一切，这个地方我一刻也待不下去，但我却走不了，因为母亲破产了，为了安心工作，把我寄养在外婆这里。送走了母亲，外婆想拉着我的手回家，我一把就将外婆甩开：别碰我。外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生气，因为不能说话，她只是用手在身前画圈表示抱歉。吃饭时我只吃从城里带来的肉罐头，外婆给我夹菜，我却连菜带饭全打倒在地上。外婆拿了一颗珍藏很久的糖果给我，我看都没看，拿着自己的巧克力离开了。我从不肯跟外婆说话，只顾着玩游戏机，玩累了我就睡觉，留下烂摊子给外婆收拾。外婆知道我不喜欢她，所以尽量不打扰我，但哪怕我是在上厕所，外婆也会在冷风中默默守护我。这天游戏机突然没电了，我吵着外婆要钱买电池，外婆只是翻开自己空空的口袋，她也没有钱，我根本不信。我生气地把外婆的盆一脚踢飞，还把外婆仅有的一双鞋丢了，害得外婆只能光着脚踩在山路上，采药挑水。为了买电池，我盯上了外婆的银发簪，便等外婆午睡时将发簪取走。我连忙跑到了村上的小卖部，却被老板认出了发簪，老板生气地直接把我赶跑了。我回到家后，外婆不仅没有责怪我，反而问我想吃什么。我没好气地回复道：汉堡、炸鸡、薯条，你有吗？你什么都不懂。外婆看着我比划半天，以为我要吃鸡，就带着自己挖的草药打算换点钱去买鸡。很久过后，外面下着大雨，外婆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而手里抱着一只活鸡回到家。外婆把鸡炖了，还拿了一个鸡腿给我。我又一次的将饭碗打翻在地：炸鸡，炸鸡，不是这种。我生气的走开了，外婆却伸手捡起了地上的饭粒，一颗一颗的吃掉。第二天我醒来了很久，外婆却没有醒，只看见外婆蜷缩在被子里发抖。我知道外婆是被雨淋湿后生病了，我似乎开始懂事了，连忙为外婆盖好被子。这时我却发现外婆头上别着一根汤勺，我很愧疚，又把偷来的银簪悄悄放到外婆枕边。外婆为了攒钱给我买新鞋子，她拿着一些草药来到镇上摆起了地摊，但因为不会说话，外婆根本揽不到顾客。我想去帮忙，但又碍于面子，只能待在一旁。事后外婆还是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，又带我去吃了炸酱面，可外婆自己却喝着水充饥，我心里很愧疚。在公交车上，外婆让我等她一会，他去了小卖部，这家店的老板和外婆是老相识，不仅给外婆装了很多零食，而且还没有收外婆的钱，外婆只好用草药做交换。外婆把零食给我，让我先回去，说她很快就回。我坐着车回了村头，可是好久也没见到外婆。这时一个佝偻的身子慢慢走了过来，我才知道外婆为了省钱没有坐车。我怒吼道：你怎么让我等这么久？外婆用手在身前画圈表示抱歉，而我转过身却哭了。渐渐的，我好像融入了这个村子，可是离别终究来临了。我收到了母亲的信，母亲的工作稳定了，很快就要来接我走了。我走了外婆怎么办？因为外婆不会写字，于是我跟外婆说道：如果你生病了，就寄一张白纸给我，我就知道是你寄过来的，那样我会尽快来看你，好吗？晚上我把外婆的针全穿上了线，这一次我无比的有耐心，因为我怕外婆不方便。第二天母亲把我带上了车，而外婆在车窗外敲打着，她想挽留我却说不出话。我在车里大哭起来，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学着外婆的样子用手在身前画着圈：外婆对不起，请原谅我的任性。